我们现在来对付 Tocola 第十二个零件，这个也是整个题目里面最难画的，这个是弹簧。我们先回到主力图看它的形状，它形状是不是用前视图这个切上去，这个是前视图吗？好，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弹簧。那么这个弹簧呢，它的图恐怕也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弹簧，它已经跟你讲说这边有折一个弯，这里也有折一个弯。那这边折一个弯呢，折一个弯长度是7，这边折一个弯是 6.6， 有没有看到？那这里有一个一对一的切线，把它切对半，又跑出一个 5.6 出来，所以这个 5.6 不要理它，因为 5.6 你这一根叫 6.6， 这一根是 7， 怎么还会有一根 5.6 出来？所以我怀疑这个 5.6 是 6.6， 它画错了。好，那弹簧的形状是不是就很像水管？是不是也是一个圆绕着一个形状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个形状我从来没有教你们画过，因为我们刚刚就算是画水管也是平面的啊，这个是立体。所以呢，来哦，我这个把它关掉啦，关掉关掉，这些都把它关掉了。新档案，新的 body， 大怕的 design， 新的 body。 那我们现在前视图，我们用前视图，我们要来做这一种形状，这种回旋的形状。那这个形状呢，不是在 part design 里面可以做，它也不是在 part 里面可以做。不对，它是在 part 里面做的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形状不是在 part design， 而是在 part 里面。那我们点 part， 这里会有一个叫做 helix 螺旋，这个英文叫 helix 啦。那螺旋有两种，一种是这个像蚊香的，一种是像弹簧的，这是不是都螺旋？那我们选一个螺旋，然后直接就选建立，好 close， 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它长这样子，它就长这样子啦。他说老师这看起来怪怪的呢。对啊，怪怪的啊，我也没跟你说这违和啦，我只是叫你做一个螺旋而已嘛。我们这个螺旋做出来之后，请你用前视图看一下，不对，是不是不对？是不是不对？因为它是不是要这样子？因为它的，我再回到刚刚第三页给你看，我们在做主力的时候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它现在这个，它现在这个形状是不是不对？因为你前视图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要旋转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螺旋你把它删掉，再重做一次好了。你先用前视图选这一个做螺旋，选螺旋这样子。那它也没有，它这边什么角度之类的，我们都不要动，就直接选建立，它做出来就这样子。安呢不要紧，先安呢就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螺旋哦，我们先研究一下这个螺旋。这个螺旋是不是这样子转？是不是逆时钟方向转？我们先看方向对不对啦。那这个螺旋呢，是不是逆时钟？这也是逆时钟嘛，所以方向看起来好像是对的。啊，我们回去看草图，我们再用250到这个第十页，我们再回去看第十页了，250。所以这个是不是这样子逆时钟再转到下一圈，再转到下一圈？现在我们希望在前视图的时候把螺旋变成这个形状，而且是这个逆时钟方向转，逆时钟嘛，是不是？那你的螺旋现在如果前视图是不是长这样子？我们这样看，好像不对呢，我这是顺时钟方向呢，啊这是啥？逆时钟呢？所以说我咱他都要讲的不对嘛，齁啊个屌。好吧，我要给你担心个角度用哦。第二啊，前视图长这样子，这个是不是不符合我们需求？所以点它，这里会有螺旋的设定参数。那你现在看这边，
我这个拉过来一点。你现在看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轴是 X 轴？我现在沿着 X 轴转90度会怎么样？所以看一下哦。好，那么现在这个是 Z 轴为1嘛，我们把 Z 轴的1设定为0，那设定 X 轴是 1， 再设定角度是90度。是不是它转过来了？是不是前视图这边转过来了？转过来我们看一下。转过来之后，诶，方向旋转的角度也对了。现在是顺时钟转。这个现在是不是顺时钟转？我这个时间是怎样？逆时钟转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把它调整过来。所以这里有一个 local code， 这里我们把它选成是 left-handed 的。本来是右手啦。现在变这样子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不是就逆时钟转了？所以我们现在调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是这个角度，沿着 X 轴转90度，第二个把这一个旋转的方式把它从右手把它变成是左手。OK， 好，那做完之后现在按前视图就长这样子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螺旋的直径是不是16。那我们生出来这个螺旋的直径是多少呢？不知道没关系。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你就选 part design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前视图画一个草图是不是 XG 平面，对不对？好， XG 平面呢，那我现在我这个直径是不是 16， 所以我是不是先画一个半径8的圆来对对看。所以呢我们先画一个圆，中心点在这边拉出来， Shift R， 半径是8。OK， 是不是差很远？是不是差得很远？那我这个我也不用做参考线啊，因为我做参考线等一下跳回来回到这边来是不是就看不到了？所以我就让它维持现状，因为待会这个草图我就不要了。我这只是拿来比对尺寸大小而已。这样知不知道？所以我这个我就不做参考线。好，那来啊，再继续玩螺旋啊。这个螺旋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radius 1， 是半径是 1， 啊，我这半径嘛，对， 8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把它半径改成是 8， 诶，看起来不错哦，然后按前视图，哦，叠起来了，所以这个 radius 就是这个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好，来，现在把这个半径是 8 把它给做出来。下一个是这一个螺旋的高度是 3.8。啊，我们怎么看我们整体高度呢？这个要稍微用点技巧啦。你现在用这个上视图是不是可以这样看？那么上视图呢，我的起始点跟结束点是不是在这里？所以我现在也是一样画一个草图， XY 平面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拉一条线，从这边拉过来。拿过来意思一下啦，垂直的。那么这条线呢 Shift V， 垂直的距离是多少？ 3.8 嘛。那你看一下它现在是不是 2.02， 所以我现在先输入 3.8， 2.02 有可能是 2.0 啊。这是不是 3.8？ 那 Close 我们看一下这个螺旋呢，它是不是高度是 2？诶，是不是跟我刚刚跟我讲的一样 ,2.02 嘛。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改成 3.8。那 3.8 对出来之后看起来是对的，但是它好像多了好多圈。我这里几圈，从这里扫过来一圈、两圈、两圈半。是不是这个扫过来两圈半而已啊？你看这里是不是这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调这个。现在要调的第二个参数是 height， 高度 3.8。它是不是在这里定义在这边给你看的？我们再看一下它绕了几圈，从这里绕过来一圈、两圈、两圈半。如果它是只有两圈的话，是不是一边的出口在这边，一边的出口在这边？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两条是不是平行的？所以证明它是两圈半的圆嘛。对吧？一圈、两圈、两圈半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螺旋，是不是这几个参数都调完了，只剩下这个嘛？你不可能是角度啊，是不是？那
我也不晓得怎么调，你也不知道怎么调，那我们就来乱调吧。我们按往下变少，看会怎么样。哇，变少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密？是不是？那我们把它变大好了。所以看起来变大是对的。好，一，现在是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，是不是四圈？好，那变成 1.1 呢？三、四、五，五的话看起来好像有点对了嘛。所以这里是怎样？这个看起来好像只有半圈而已呢。这样才是一圈嘛？两圈，两圈半，好像是两圈半了。那我们转过来这边看一下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转到这个方向来看一下是不是两圈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方向是不是这里是水来啦，一样啦，用草图啦。你看这里跟是不是超过了，是不是超过两圈半？你那两圈半呢，我刚起这边的结束点会在这条线上面。因为这边的起点在这里嘛。这边的结束点是不是在这里，所以它超过两圈半。所以 cancel。好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，我回到刚刚这个图好了。刚这个图呢，我们再来画一条水平线比较好对。故意画一条水平线在这里 ,close。你现在这里等一下我们来调整这个 pitch, 我们再继续调整这个螺旋的 pitch, 让它这一个点，让它这一个点叠到这边来。所以呢看一下螺旋。这个 pitch 是不是 1.50? 是不是？那我们这样子看好，这样子就很明显了。点它。我们是要调小还是调大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变成 1.49。49。48。其实你变成 1.4 的话是不是往这边拉过去，所以 1.4 数字越大的话是不是往这边拉。那我现在打 51,1.51, 是不是往后推一点点，删掉52呢，是不是看起来很像了。那我们再用前视图看一下。放大过来看。是不是差不多就 1.52? 那这边因为最后这一段嘛，这个已经是水平的了，那这个就是 1.52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弹簧是不是的确是两圈半，所以我们现在旋转看一下，半圈、一圈、两圈，所以是两圈半，没错吧？总算做完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做完了。这个草图跟这个草图，这两个草图是不是都是我们再来做量测用的，做参考线用的？所以现在不要了。你看你是要把它直接删掉，还是按空白键啊？按空白键，眼不见为净嘛，反正它不会干扰到我们啊。以后有需要用的时候再拿回来就好了。就是你假设要改这个图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现在这个螺旋做好了，我们是不是要给它一个圆圈圈，开始长一个螺旋的形状出来？那你看哦，这里它要写你的圆圈圈直径是 1.2, 是不是直径是 1.2? 啊，半径是不是 0.6?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了嘛。来，所以就这一张图，不对，不是这一张图，应该是这一张图，这一张图做草图。所以是不是在他怎么把这个叫出来，点别的地方，这张图做草图，新的是不是这边？这个是什么面 ?XY。那请你看一下这一个点距离这里的距离会是多少 ?8 嘛，因为直径是16嘛。那这个是不是直径 1.2 的圆？所以我们看一下，画一个圆在这边 ,shift R, 1.2, 除以 2, 这里距离这里的距离是 8, 来对对看哈。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这里跟这里是不是串在一起？那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开始画螺旋了。这个是不是我画的圆？是不是？那我们点这个东西出来。然后 add edge 第一段是不是画出来了？ add edge 第二段， add edge 第三段， OK。
那现在制作独立副本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做一个独立副本，就做一个新的，在这边，恭喜你啊，是不是做出来了？啊呢，第一段做好了，现在各位都有这个零件了，我们再回头过来看原始的图，原始的图是不是这边长一个长度是6，然后另外一边长一个长度是7？哎，唔对，唔是六，9，因为方向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上面这里你看嘛，因为这个是压下面的线嘛，是不是这一段是不是压下面的线？看得出来嘛？所以是从这边，因为我给你看，我如果这样子，我前视图是不是这前视图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这里上压下？这是不是上压下？所以压下的话，是不是这里拉一条线是长度是9，然后转个弯 1.6， 再长个高度是7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拉个长度是 7.65， 转个弯 1.6， 然后呢，它的高度是 6.6， 因为它的方向又是变这边了嘛。这不是 9.9， 这是 6.6， 因为叫 3.8 是这样哦。我们先画上面这一条，先画这一条好了。所以要画这一条是不是要切到这边来？是接这边画一个弯 1.6， 再拉一个高度出来，这个是 7， 是不是？那怎么做呢？我们现在选这个测试图，这个测试图选这一个，做一个草图 YZ 平面。好， YZ 平面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选前视图，这个平面在哪里？这平面是不是在这边？这平面是在这边，往下压，压多少？压半径是8嘛，所以 close 这一个草图调整一下，这个等一下哦，点这一个草图，好，这个看一下哈，位置 z 是-8，负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吗？位置 z -8，按 enter， 好，按 enter 完之后点两下，旋转一下看看，是不是接到这一根了？是接到这个，你还是要用算的啦，因为它半径就是8嘛，所以这个草图没错嘛。好，没错的话切过来，这样子。我再讲一次，那这里到这里的距离是多少？ 3.8， 所以我们要移动一个位置到 3.8 来作画，那这个就转一个弯嘛，好吧，那就开始了。OK， 那这个我们把它用成是线框。好，现在这里转一个弯是 1.6， 半径是 1.6， 我选这里这样子，安呢？那这里 Shift R 1.6 除以 2， 那这一个点跟这一个点的距离是不是 3.8？是不是 3.8？ 然后呢，还没完哦，这里拉一个长度的线，这个按 T 切线，这个的长度是 7， 因为这里是不是，诶，你第二阶是 9， 这个是 9， 因为还要再这样子过来才是 7。 9九完了之后再拉一个这个东西出来，因为等一下是啊，我唔对呀，我对只生九出来，我太早做了，这个是七啦，这个是七啦，九是从这里长一个长度出来，拍手拍手拍手，没有想好这里要拉一个长度是，所以这一个的这个先把它删掉，这个先。这个是 3.8 没错，然后这里拉一个线是 7， 这样拐这是 9， 拍摄不是 7， 这个的高度是 9， 然后呢这里接这里 T， 那这里跟这条线接在一起 Shift O， 那么这里到这里的距离是 3.8，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完全图？是完全图。那完全图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变成是实体的图来看一下，旋转一下，是不是这样？没错吧？
是这样没错，所以等一下是这样长出来就长一只脚出来了。对吧？呵 ,Close。那接下来怎么长这一个圆呢？很简单，你选这一个做草图。这个草图在这边，然后呢画一个圆。先画一个圆，直径是 1.2, 所以 Shift R,1.2 除以 2, 这样子。然后它跟这个点叠在一起，所以我看看能不能叫参考线出来。诶，可以，所以这里跟这里。啊呢，是不是就接在一起了 ?Close,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。所以现在这个是刚刚你画的这个路径，这个是这个圆。所以我选这个圆一样走这一个工具，然后 add edge, 做这一个。然后再 add edge, 做这一个。再 add edge, 做这一个。OK, 好，一只脚长出来了。没啥好用齁。是不是不大好用？已经做到这边的赶快存起来。要不然等一下要是他自爆的话，你今天晚上我们今天大概一个小时在搞这个东西嘛。就全部放水了。啊，来这个卡着出来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一只脚。最后这一只脚是不是从这里延伸出来是 7.65? 对不对？然后长一个弯之后它的高度是 6.6。好啦，一样是选这一个面嘛。是不是选这一个面一样做草图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做完这个草图之后你再旋转看一下。是不是在这边，那它是不是往这边拉 8? 所以 close, 把这一个草图呢它的位置沿着 Z 轴往上拉 8, 拉完之后先旋转对对看位置对不对。诶，没错，非常完美。这中心点是不是跟这里对在一起，连屌的都没屌。那我们就从这里拉一个长度 7.65, 所以呢开始啦。这里拉一个长度 7.65, 这点这里拉出来 V7.65。 那么接下来折，因为它是往下折嘛，所以它是不是半径也是 1.6?这边呢拉这个东西拉过来，这两个接在一起 T Shift R1.6。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 6.6 水平，拉一条线，这个跟这个按 T 切线，这个按水平拘束，那这个的长度是 6.6, 是不是就完全图了。那完全图之后就简单啦，一样选这一个面嘛，做草图。做草图之后呢拉一个圆圈圈，直径是 1.2, Shift R1.2 除以 2, 然后做参考线，参考的中心点出来就是这里。诶，有没有办法做，没办法做，这里好，有，这里有出来了，这一个点跟这个点是不是接在一起。Close, 来，那么这一个圆形选起来，选这一个 add edge 这个边，嗯，它怎么没有个长出来？稍等，我 cancel 一下。我现在选这个是这一个，对，这一个才对，这一个 OK, 我现在选这一个，选这里 add edge。这个边选 add edge, 选这个边再选 add edge, 选这个边。OK, 好吧，这里啊。存起来。